Everything has its beauty. Disappears. Struggle. As time has passed, little by little, save it. Keep it with the love and care.他熟了没有？还没。还没有。他什么时候成熟？晚上白天。我姓王，叫王自立。那我从外地回来，务农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。然后回到乡内以后，就想说要找出一个我想要种植的经济作物。那以往我们这边大概是种植艾玉。梅子、红肉梨、金黄芒果。回到区内的话，我大概种植两公顷的艾玉。那我们看一看，就是艾玉对我们的生态来讲是最好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从事种植艾玉。像我们现在削翻这艾玉，这些技术不是每个人一上手就会哎。翻出来，你的怎么不像安全帽？你的番茄怎么像猴子咬过？艾玉，我形容它是绿色的黄金，因为它的皮是绿色，它翻起来跟黄金一样漂亮，味就是 QQ 的这样而已。那小孩子嘛，他们就觉得说要加蜂蜜，好吃。然后后来就觉得说，每到夏天一定要找艾玉吃，他们觉得吃了艾玉就觉得身体很凉爽。Thank you.
我小时候，我跟我们我的哥哥他们还有爸爸，到山上还是最爱你，所以我不会忘记。从山上背下来80公斤，那么重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背下来，因为我们没有钱嘛。在那个爱意，我们买到冰淇淋到六桂呢，从这边到六桂。走路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那个，车子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出去还是出去走路。到树上很高的地方。他看到爱意的时候，他的心里说：“那边还有那个爱意，那边还有爱意。”我大吼，这样爬树的时候，他下来的时候呢？那个树这样很大，那它没有办法下来，所以它这样下来的，把这个它弄坏，它钢筋的树给挖伤。我听到都5、6个，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一定会死掉。因为很高很高，为什么以前发生很多意外，是他抓那个枝的时候断掉，甚至抓到干枝就断，还有就是会有蜜蜂、蛇紧张就下来。Untuk asal apa sahaja tapakai macam naskah sekian anpas do masuk. Mat umasan tau arisan. Oh, mai tamin tu nak o miao.很多人跟着你去哪里？对，很多人跟踪我，钟爱意到现在呢。野生爱玉对我们来讲，
失去了太多族人，所以我们有一些老人家他就想说，既然爱玉子它是可以存活在这边的，那我们降低了它的海拔，是不是一样是可以驯化它？从小需要大量的水分，如果在原地有树的话，我们就攀爬在树上，然后去修剪树。那之后我们就是用水泥柱去来种植它，去管理它。因为只要种植在水泥柱，大概是3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收获。我们这样所观察下来，它投资的成本还是算低，跟其他的作物比起来的话，人力需要的比较少，因为它的病虫害也相对的少。我们只要给它相对的水分，然后还有一些肥力资材那一些去补足它的养分。过手了它就开始裂开了，所以就可以看得出它的那个授粉有没有很完整。你看它这个大概都结了3层以上，所以代表它这边授粉是非常完整。就是由那个爱玉小蜂来授粉，很小一只在那个刀尖上面，这一只的产卵结构完全不能接触到任何农药。爱玉它当成熟的时候会散发出一种味道，会吸引小蜂进来。一个母果它要去授粉的话，它需要几千只的小蜂去完成它，才会结出非常饱满的籽。就小蜂一定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授粉的媒介。我会讲阿姨都就像新郎新娘那样，但是要一个媒人，就是公果母果还有一个阿姨小蜂。小蜂它非常小只，那它又受限很多的气候因素，就比如温度太高它就不想动了，那下雨它也不能飞了，就像小蚂蚁只是有翅膀的，只有母蜂会飞嘛，公蜂它只是交配繁衍。然后爱玉小蜂很特别的是，它飞到公果以后，它在里面就会交配繁殖，然后当这个公果要裂果的时候，那个公蜂它还会发挥它最后的功能，就是去把那个爱玉的屁股，把那边的爱玉这样子拨开，让母蜂可以顺利的飞出去，然后公蜂就死在那边。对，它就是交配，然后开路，然后让母蜂就是顺利的可以飞出去，再繁衍它的下一代。那以往只有在高山上有看得到爱玉，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只有高山上有爱玉，其实我觉得是生态上。在那个环境下它是没有被污染的，所以它成了一个自然的生态圈。老人家也跟我们讲说，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能尽量就是回到以前，那我们就是回到以前，就是不要利用药物，因为以前都可以活得下去了，也不一定用药物就你没办法活下去。虽然我们的收成量可能会降低一点，可是至少我们的土地是永续在经营下去。사드랍도 신수하다마다 바깥에 니토 마안수메 오빠 아이다마다 마 바닥에 마손 또 화시 휘려 이나카 호마에 민하야 픽사 오빠 가다하이 니사에켄 마 바닥에 휘려 我们小时候来到田间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百合花，都闻得到百合花的味道。那现在你要在田间看到百合花几乎都看不到了，因为喷杀草剂的关系，花要到非常深山里面才看得到野生的百合花。对我们原住民来讲，土地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从小时候
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务农。我们老人家也灌输一个观念，你跟土地有连结，你才会跟你的故乡有连结，才会跟你的族群有连结。所以我们整个对土地来讲，我们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土地。